因为它有多好听，只因从那时起，心里对远方那座城市的向往就再也没有停止过。国际奥委会萨马兰奇在莫斯科宣布，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。经过多年艰苦的努力，奥运圣火终于将在中国的首都北京点燃，北京踏上申奥征程。此时此刻，使我们不能不回想起1993年的情景。当时，北京在众多外界因素的干扰之下，范范儿，你咋来了？快起来吧，你哥要回来了。啊？远志要回来了。我哥回来，我家咋不知道？他刚给我打的电话，在火上用手机打的。快起来吧。哦，你先去道口，我这就来。大墨迹。我穿点衣服。我哥没说他在哪节车厢吗？他没告诉我，反正他又不在这儿下车。那要不去站上等吧？不行。他跟我说了，要我在这儿等，这样他火车过来的时候，他可以在这儿看见我。远达，你哥刚才在电话里突然跟我说了好多事儿，你猜他跟我说了啥？不知道。你猜猜嘛。说，那我告诉你，他说他这次回来是因为我，而且他回来不走了，也是因为我。我哥行李可能特别多，还是去站上。我帮你。不用。哎，那行，那我回头家看您去啊。哎，好。你说咱这也没啥变化哈。
嫂子。哎，要回来了。啊，我还摘韭菜呢。啊，回头到您家吃饺子去啊。嗯嗯。娜娜，我不在这些日子，有人欺负凤没？说啥呢？我又不招惹谁。再说还有远大呢。走，回家。哥哥啊，不走了吗？啊，不走了。我准备在咱这儿开个厂。开厂？开啥厂啊？家具厂啊。哎，这事儿我琢磨好久了啊。你看啊，咱这啥都缺，就是不缺木材。而且我做过市场调查，咱这人工这么便宜，开这厂啊根本花不了多少钱。骗鬼呢，开厂做大老板还花不了多少钱。不是你不相信我是吧？我跟你说，不出俩月我准把这厂子立起来，到时候让你到我厂子上班去啊。你说咱这破地方，你看看，连手机信号都没有。哎，远大，我这回回来了，咱爹不是不让你出去吗？我跟他说，你放心，啊，这个你拿上，将来准用得着啊。拿着，拿着，拿着，拿着。不不不，不用哥，回吧啊。来，走走走，回家回家。再讲一遍。哎，远大，在家做饭呗。做了，给我爸包的饺。哎。哎呦，平哥，有事儿吗？没事儿。怎么样啊，平哥最近？你小子在外边混得不错。我这就是挣点辛苦钱，哪像您啊！啊，坐在家里就能吃香的喝辣。你看这皮肤养的啊！你看你这穿的啊，皮尔卡丹吧？呵，配上手机了。二手的吧。哎，我说，咱带眼药水了吗？啥眼药水？治红眼病的呀。咱平哥害了红眼病了，别客气，咱给他用用啊。行，小子有出息了，会逗小妹妹开心了，是不是？有进步。平哥，来来来来来，先抽颗烟啊。今天我就不打扰了，回头我在村口小饭馆摆上一桌，哥几个都得去啊。随便吃，我买单啊！走走走，去，我肯定去啊！你们哥俩先回去吧，他留下。干嘛？我想请你吃顿饭。哎，平哥，您这玩笑就开大了。你请他吃啥饭？我没跟你开玩笑啊！你走。啊，就一顿饭哈，就是嘛，就一顿饭啊，要不然咱们何必？何啥必？何啥必？何必伤了和气，懂吗？不懂，不懂你给我笑嚷嚷！哎，平哥，平哥，你哥几个，哥几个，哥几个，哥别动手，哥几个别动手，别动手！哎，平哥别着急，别着急，不是，不就一顿饭吗？啊，你这样。一顿饭也不能怎么样，你这样，我先回家，你吃完饭就来找我啊。哥，凤不愿意。你懂个屁呀！你看，人平哥都开口了，咱总不能驳人家面子啊。听话，懂事儿了。回家。回家吧。远大。远大。咱别惹事儿啊。别生气，你听我说，刚才远志那人也看你了啊。平哥平常对你不错啊，你就给点面子，咱就一顿饭怎么样啊？你走干嘛？你干嘛？
人家不愿意，你别闹。哎，你怎么知道人家不愿意啊？你把那舌头给我捋直了，跟我说什么事？这去，滚滚！我就是不愿意。你说你回来干啥？我回来开厂来了。就你还开厂啊？整个裤腰带你还扎脖子上，哪儿练这么身皮呀？你给我扒了！你这一回来呀，把这家搅的乱糟的。我咋一回来就把家搅乱了？还不乱呢？你弟，啊，老老实实那个孩子，那怎么一遇见你就学会打仗了呢？啊，还动起家伙？出息大了你呀、啊！严丹，闷出想啥呢？上班那事儿咋想的？还在想，还在想，你想啥钱啊？啊？我问你，人家把那指标给咱们家，图一啥呀？是你有能耐呀，还是我能耐大呀？你那点能耐呀，就是把舌头给我捋直了，以后说话跟上趟。不是，我这当爹的也没啥能耐，那人家看谁呀？不看你爷呀？你爷是烈士，你是谁呀？烈士的子孙，知道不？对，远大呀，你可千万得听爹的，你是烈士的孙子啊。你爹，我哥回来不走了，把指标给他吧。你可千万别给我啊！我是咱爷爷的不孝孙子，你问咱爹愿意吗？你呀，该干啥干啥去，指不上。当你那个老板，当你那个厂长啊。孩儿啊，从小啊，你就是个听话的孩子啊。咱还是那句老话是吧？这个爹啊，我不想干铁路。你不干铁路，你干啥去？爹，您就别叨叨了。谁愿在这破地方待着呀？连个手机信号都没有，有点能耐不都出去了吗？得，孩儿啊，你别听你哥瞎乐了。还是那句老话，咱们这个铁路打你爹，烦不烦？别说啊。那你这孩子，你。定下了，啥时候走？快。快了是啥时候？还不想告诉我？老大，真的要走啊？啊，这不我哥回来开厂吗？你俩好好干。我俩。你哥就会玩嘴把式。亮，炒鸡蛋，我最爱吃。远大，去给哥买瓶酒去啊！哦。远大，别走，土豆还没削完呢，你去买吧。范儿，出来一下。事儿啊，这么神神秘秘的。凤儿，这回我回来，我就不走了。是啊，不走了，开你的家具厂。咋是我的？是我们的。再说了，你娘那身体也离不开人，回头咱俩一块照顾她啊。我这凤儿，那个
你把眼睛闭上，好不好？闭眼睛干嘛呀？哎呀，你闭上。远志，有事儿说事儿，我还要做饭呢。哎哎，放放放，你就一会儿，听我话，把眼睛闭上啊。哎，干嘛？我不干嘛呀，我就是想给你个惊喜。凤儿，回头你把这个戒指戴这手指头上，再上大街上，别人就不敢再打你鬼主意了。我这回回来，就想先把这事儿定下来啊。我不要，你还是把戒指给别人吧。我觉得我们之间也没什么，你干嘛要送我戒指呀？我是说，我们之间只是一般。显能耐呢？你爷呀，就在那儿杵着，天天在看着你们，看着咱们这个家呢。你瞅瞅你那德行！我啥德行了又？啥德行了？你自己尿泡尿自己照着，啊？你呀，是给咱们这个家丢人，给你爷呀少色。爷爷，我给您丢人了，我给咱这家丢人了。爹，我求您，您少说两句成吗？我就在家待一天，就一天，明天我就走。你给我坐下。不是说好了吗？不走了。哎，你们是咋的了吗？这是。啊，爹，我替他说了吧。
他不走了，他就会来继承咱家的光荣传统，是吧，远大？啊？真的咋的？啊？说话呀！好，不走好啊！来来来来来来，来一块来一块。哎，远大，哥问你句掏心窝子的话，成不？哥，你说，你不走了，是因为咱家的光荣传统，还是因为别的啥？哥，别问了。说，别磨磨唧唧的，你是个爷们儿，你心里咋想的？你跟爹说呀。远丹，你心里怎么想的，你就照实跟你爹说嘛。对，跟爹说说。为了凤儿，不是，哎，这就对了，你在这儿都找着幸。去睡吧。
安达，去把票买了。芳儿，你了解我弟弟吗？了解。怎么了？他哪儿都好，人好，实在，可就是心里藏的事儿太多，连我都不知道他想的是什么。好在你们来日方长吧。这我不要。没，咋的？怕我弟误会？不是。你们俩这事儿太突然了。我也拿不出别的啥，拿着，拿着。哥，啊，哥，本来想跟你好好聊聊，还是写信吧。嗯。哥，不会恨我吧？恨啥呀？你是我兄弟。你们俩，这叫缘分。好好过日子，啊。进来吧，把东西撂下。你哥呀，从小这猴气儿啊，不安分，受不了这个清苦。你看他在外头折腾啊，我就不拦着了。可呀，你和他正好相反，你的命啊就在这儿。凭啥呀？凭啥？你想走出去，可你呢？就走不出去，啊！哎，你其他的还有啥呀？还能有啥呀？没啥，那你就安安生生在这住吧，啊！
对了，凤那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，丫头不错，啥玩意儿都随个缘吧。哎，走哪步呢？咱们说哪步。趁早把这事儿定下来，啊。凤来了，是吧？哎，袁大在屋里拾掇呢，你去帮他一把。哎，吃茶了，快起来，我给你铺床。哎，凤，哎，没事，来，行了，坐这儿。我把咱俩的事儿跟我妈说了。那他说啥了？他能说啥呀？他一直以为我会跟你哥在一块儿，你别在意啊。我没在意。你哥这人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从小能说会道，特能哄我妈开心，而且他又能出门挣钱。不过我也理解我妈的想法，做母亲的总是怕自己的女儿在外面吃苦受累，对不对？你妈咋就知道你跟了我一定就吃苦受累了？远大，你知道我为啥选择你而不是你哥？因为你人好，心眼实在，别的我啥都不在乎。我妈那你别担心，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能做主。瞅瞅你，蔫头耷拉脑，跟霜打了似的。站直喽！你看那个当兵站岗的，得那样，啊？对，站直。嗯，等这下行车来的时候，哎，你得面向列车。哎，车驶到面前的时候，你得面对列车。哎，车驶过去了，你得面送列车。叔，每次都得这样吗？每一次，哎，车来了，像个样啊！袁大来看你来了，婶儿。你怎么刚回来呀？上哪儿去了？这是。我有点事儿。你哪是有点事儿？你事儿多了你。哼。明天呀，就送妈呀，上敬老院吧。妈，您说啥呀？这房子我也住够了，阴森森的。我这两条腿吧，一点温乎气儿也没有。妈，今天天不错，我让远大推您出去晒晒太阳。不用不用，我享不了这清福。啊，起来，别挡着我。哎，起来。妈，你干嘛呀？我问你啊，你跟小凤的事儿打算怎么着呀？没怎么的，就这样。就这样？就哪样啊？啊？哎，你听啊，人家可说了，就这样。妈，远大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的事儿就这样定下了，以后踏踏实实过日子。
远大这人心眼儿好，但是他实在他不会说话，是吧，远大？远大，我问你，你们结婚住在哪儿啊？是住你们家呢，还住哪儿啊？嗯，没想过。没想过。哟，那你现在好好的想一想，啊，你哥可是答应过小凤，要给小凤啊，盖一座楼，像模像样的，好好过日子的。妈，你干嘛说这些？我说这些怎么了？我不能说呀，他要娶你，总得拿出点行动来吧？啊，你这孩子怎么那么贱呢？哦，你嫁不出去啊，没人要啊。婶儿，我会赚钱。他说了，他能挣钱的。我盖楼，让凤儿过好日子。远大说了，他能盖楼。你信啊？我当然信了，远大心眼实在，他劲儿都使在心里，不在嘴上。他说过的话一定能做到的。远大，我问你，你一个月拿多少钱啊？啊，就你那么点钱，喝粥就咸菜啊，都得精打细算，从牙缝里抠，盖楼。嘿，这白天说梦话也不怕风闪了舌头。我知道我现在赚的钱不够，我会想别的办法，一定让凤儿过好日子。行了，你别说了，你急死我了！你这一句整话你都说的抖了不利落。哎呦喂，凤儿啊，你就找他做你男人，妈都替你着急，知道不知道啊？远大，远大，回来。远大，远大，你心里烦你就说出来，你别闷在心里好不好？远大，你别担心，是我跟你过日子，又不是我妈。我妈她是个病人，她烦躁，她看谁都不顺眼，你跟她计较啥呀？我不是因为这个。那因为啥？我还是想出去。你想出去？嗯。你是不是后悔了？不想跟我在一块了？我没说。你没说，你心里是这么想的。你要说清楚，你到底想不想跟我过日子？我想带你走。那我妈怎么办？我不走，陪你照顾你吧。你答应我了，那你得好好待我。嗯。你是男人，你得养活我。为了这份爱，我留下了，掩埋了对远方的那份执着。我试着开始接受这样的生活。
啥？单调的声音，更没想到要改变自己的生活又这么难。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要重复多久。饿了吧？吃吧。哎。怎么了？不吃了？啊，没有，天太热了，没胃口。天天吃面条，顿顿吃面条，别说是你，我也吃不下。嗯，咱们快没钱了啊，还有十天才发工资呢。那我确实就是点工资，没办法。我没有埋怨你的意思，我是说，要不咱们想想别的办法。嗯，养窝小鸡仔，见地就长，下蛋快着呢。铁道边不太方便啊。哎，咱们在后山坡上开片地，种点果树啥的。对，那是公家的地，别瞎想。晚上我回我妈家一趟。
哎，冷淡，咋才回来？都中午了，也不赶紧做饭。哎呀，别干活了，跟我走。去哪儿啊？咱们今天中午出去吃，下馆子。下啥馆子？哪有钱呢？哎呀，没事儿，我想办法。咱们今天一定要吃顿好的，走。哎，平。 你看您需要点什么？给我们来一个回锅肉、木须肉、麻婆豆腐、两碗米饭。太次了，服务员。 给他上个香酥鸡，算我的啊！不用，服务员给我们换一个油焖大虾，豆腐不要了，再来一个红烧鲤鱼。对了，再给我们上半斤老白干。行啊，还喝酒呢？不够再点啊？钱够吗？你别管了。我就会贴心贴肺的疼你。 我要让你天天有大鱼大肉吃，就像今天这样。范范，到底还有多少钱？你看，咱们有这么多钱，你不用担心。哪儿来的呀？范大，你爱我吗？爱啊！爱我你就要让我幸福。我告诉你，这是我的私房钱。 你妈给的，我妈才不会给我呢。不是你妈，是谁给的？你别管了。不是，回来，说清楚到底是谁给的？还不是托你哥的福啊。怎么回事？ 他临走的时候把戒指给我了，说是祝咱俩幸福，我就把戒指还钱了。别，范范，你一开始为什么没跟我说这个事儿啊？笑什么笑？啊，我是说你赶紧把戒指赎回来还给他。都已经吃了，咱们也不够还给他钱呀。 再说，我看你天天的脸色也不好，天天吃面，我心里也不饶人。哎呀，行了，他是你哥，你别那么小心眼，好不好？我没小心眼，我意思就是说不能用我哥的钱。不用你哥的钱，用你的钱呀？你才挣几个钱？啊？你还说让我幸福？没有钱咱们怎么幸福？ 你就不跟我谈钱呢？不想谈钱，我今天就是想跟你谈谈钱，怎么就不能谈钱了？一谈钱你就不高兴，怎么了？伤你自尊了？你以为我愿意谈钱？你以为我就那么喜欢钱？没有钱咱们什么都没有，咱们就吃一顿饭都要受二流子的欺负，你没看见吗？ 受不了了，这哭的日子在耗着呢。哦，对了，凤儿，刚才远志来了个电话，说啥了？
哎呦，能说什么呢？就问你们过得好不好。我说好，比神仙过得还好。嗯，人远志现在不错了，现在不用打工了，自个儿呀找到挣钱的门路了。凤儿，你说说你，你说你当时怎么就那么鬼迷心窍？你说你要嫁给远志，你何苦过这苦日子呢？你说是？妈。爸，跟我回家。哟，你还好意思说你的家呢？啊，哼，要饭的搭一棚都比你的家强。我跟我妈待几天。跟我回去。这个月的伙食费你自己拿去开火吧。不是这个意思。你不跟我回去，我爹那儿交代不过去。你是怕交代不了才来找我的。我告诉你，你没必要勉强自己。你爹那儿我会去给你交代的。能不能不这样啊？我心里烦着呢。跟我回。跟你回去干什么呀？啊，受罪呀？妈，我跟凤儿没什么事儿，就一顿饭事儿，别往心里去。哼，你看看我们闺女这张脸啊！你说当丈夫的看看你媳妇儿这张脸，没嫁给你以前呀，红扑扑、水灵灵的。你看现在，比那腌的咸菜都难看。能不能不扯那么远吗？要不是当初为了照顾你，我和凤儿早出去了。你说什么呢你？哎，你给我说清楚你啊！你给我说清楚！哎，你自个儿活都忘了，怎么说我给连累你们了啊？这，你属猪八戒的吧你？啊，你倒打一耙吧你！好，凤儿，你去给远志啊回个电话，我要让他来看看他弟弟是怎么让我姑娘过上好日子的。凤儿。我哥给打电话了。是啊。怎么了？难怪。你这是干嘛呀？有什么话咱俩不能好好说吗？你非要到我们家去闹，把我妈气成那样。不想回就不用回了，还说啥呀？陈元大，我真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的人。我告诉你，我和你哥之间真的什么事儿都没有。本来我还想跟你好好聊聊的，既然你不想说，我也没什么可说的。
你上哪儿去了？我在问你呢，你干啥去了？啊？上爷爷那儿去。上班？你不在班上值班，还有脸上你爷爷那儿去？啊？局里头都知道了，要处分你。你个臭小子，啊！你气死我了！你气死我了！你，哎呀妈呀！爹。爹，你就算生我气，把药喝了，滚！好点了没有？嗯。远志来电话了，他要回来看你。你去上班吧。我在这儿。你给他打电话了？是啊。你去吧。去哪儿啊？去站上，接我哥，给他个惊喜。行，我去。顶班呢？别老在我这儿待着，回去啊，多陪陪他。爹，嗯，哥要回来了，我等他会儿，把药喝了。爹，嗯，跟你说个事儿。说吧。等结果出来，不管咋样，
我都不想干。想好了。想好了，你还问我干啥？随你吧。爹，爹，远志回来了，包给我。爹呢？给爷爷上坟去了。他不是病了吗？好多了，拦也拦不住他。这老爷子，我去看一眼去。哎，你别急，爹一会儿就回来了。正好我有事儿要问你，来搭把手。远大呢？他值班呢，过会儿饺子包好了，你给他送点过去。还给他送饺子？你看他把爹气成啥样了都。远志，啊，我有个事儿想问你。啥事儿啊？你这回回来，是不是不走了？是真的要回来办厂吗？哦，这事儿啊，我还没太想好。哦。咋了？上回你电话里说你要回来，我想，远大终于有机会可以出去了。这事儿啊，这事儿我想好了。嗯，等过段时间，你让远大把工作辞了，带你去城里闯闯。我现在不太方便。我怀孕。
哎。拿酒了哈。啊，拿俩杯子。定好啥时候走了没？辞职报告都交上去了，就这些日子。成，爹娘你放心，我给城里买药了，西药比中药快。跟凤儿说了吗？说了。打算去哪儿？北京。不行，太远，找个近点的地儿。哥，你知道我从小就是想去北京。我跟你说，找个近点的地儿，回头爹有啥事，凤有啥事，你能照应着点儿。哥，这次回来还走吗？不走了，开厂了。那我就放心了。你啥意思啊？哥，我不知道你想过没有啊，反正这事我确实是想了挺长时间的了。就我和凤儿，嗨，就这么说吧，我觉得还是你跟凤儿合适。哎，我远大。你是不是觉得这次我回来，我推你走，是我还想跟凤儿咋地咋地啊？啊！我跟你说，过一事就拉倒了，你就别提了，成不成？我没提。我不说了吗？我确实是想的特别的清楚，这回。你看，原来你跟凤儿就是挺好的嘛。现在这个家也让我弄的是乱七八糟的，凤儿就没有一天是开心的，你也看见了。所以我觉得最好就是我走，那凤儿你就不管了。哥，上次吧，你走我留下了，这回我走你留下，啊？哎，你给我把话说清楚。别闹，你给我站住！给我站住！我怎么叫你呢？啊？你怎么这么自私啊？你想过没有？啊？你想过这凤儿怎么想？你小子跟我说实话，你心里到底有没有凤儿？我求你了，你说呀！Thank you.
远大，看病来了。哎，我怎么不看见凤儿了？哎呦，你是不是得什么脏病啊？我说你怎么不敢带凤儿来啊？你说当时我说多对，就是。你说凤儿怎么就跟着你呢？他现在都回死了。滚！怎么跟我说话呢？滚蛋！我他妈！行，有种，啊，等着。溜干净。行了，有二两的口碑吗？有。多少钱？三块。啊，来一个。今天谁让我滚来着？我不滚来了吗？说呀！哼，你小子出息大了，吃完饭不给钱就跑啊？没给钱了。给是你那桌，我们这桌给了吗？我告诉你，我替你垫上了啊！赖子，多少钱？46.5，这不200吗？对，200，拿来，拿钱。没钱。你喂，行啊，还想外边闯世界？你有钱吗？你有钱你就出去吗？要给我？给你，你媳妇儿能挣钱，带你媳妇儿出去啊！不行，你媳妇儿让你这怂人给糟蹋了，不值钱了，知道吗？你呢，踏实在家守你破媳妇儿吧，看见了吗？凭啥死我彪？你还凭啥死我？打了，让。裤崽子就欠揍，对，就是。哎，大哥，哎，我让你死我彪，松开，松开，别打了，别打了。
饭吗？哎，爹。啥？吃饭吗？哎，等我包完这块就吃，成吗？还有多少啊？就这一块了。吃完再干吧。成。哥，啊，你说你回来咋不跟家说一声啊？走走走，爹啊，爹，远大回来了。坐啥车回来的？火车。啊，瘦，瘦，吃菜，多吃点。哎呦，臭小子！哎呀，哎呀，来来来，过来，乖儿子，看谁来了，快叫啊，叫爸，过来过来，爸爸，快快快快过来过来，傻笑。戴不上，戴不上。风，嗯，还没睡呢。嗯，哎，我觉着，要不然还是把孩子抱过来睡吧。没事儿，他跟爷爷睡已经习惯了。你上次带孩子来看我的时候，我不都说了吗？别让他老缠着爸，老爷子身体本来就不好，哪能休息得好着？他愿意带着孩子睡。风，我在里边这几年，对不起你了，你辛苦了。
不会。经常给伢来点信儿，要不爹也不放心。孩子，孩儿，爹啊，慢点。凤儿。爸爸抱啊。哎，爹，给孩子的。爹，我们有。拿着，爹，给孩子的。收着。如果外边过得不好啊，就回来了。啊，哎，走。哥，你也回，回吧。啊。哎。啊。爷爷说再见。再见。亲一下爷爷。常来信啊。Thank you.